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宝。就在今天，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款新的赛车手游，广告看起来似乎感觉是还不错，我就下载来试玩看看。等等，这个开场画面会不会害我被黄标啊？直接在众人面前洗澡，哎，真是的，还不揪我啊？这是一个赛车画面该有的吗？不过我喜欢。哎，等等，我有看错吗？现在这个步骤是在捏脚吗？捏脸不捏脸？哇靠！竟然有个赛车游戏的角色可以来捏脸，但是我觉得赛车游戏等等，这个还好吗？请问这个是费欧拉吗？费欧娜是史瑞克的意思吗？哎，等等，这个是地法吗？怎么会有地法？这个 OK 吗？这个应该没有版权问题吧？哇，这个没有什么所谓的照相权吧？哈，怎么会有地法啊？啊，这个有些人物长得很好看，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哥布林是不是？这游戏让我有点颠覆三观呢、欸。这个人怎么长得有点像鲶鱼啊？这个女版鲶鱼是不是？有些很好看，有些就很奇怪、很极端。我这个脸是可以很细捏的、欸，眼睛、鼻子、眉毛啊、嘴巴什么都可以细捏。哦，怎么？哎，这个背对我是要怎么看？拉回来。苹果肌啊，颧骨啊，脸颊、下颚角、下巴都可以细调。你不说，我以为这是一个 RPG 线上游戏啊、哦！你不说这是一个赛车游戏，我还不知道哎。这个捏脸是有什么意义？反正都待在车里面不是吗？哎，说不定等一下有什么新的玩法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、哦。反正先来看一下吧。我觉得地法原本就很好看，我觉得不需要再特别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口罩、腰壶、雀斑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看不出来这有什么。那我们就来用个腰壶地法，还是要这个未来口罩啊？腰壶地法好了。好，这是穿衣服的样子。哎，这真的是很像一个什么 RPG 游戏，或者说很像吃鸡那种感觉。你看那个缩图道具的缩图就跟吃鸡一模一样啊、哦、不过画面感是感觉还不错啦，人物做的是还蛮细腻的。好嘞，哇，你看这个画面根本就不像，很像那个什么跳舞的那种灵仪厅的游戏，有没有？这个虽然我是一个跑跑玩家，但是还是先来熟悉一下这个游戏好不好？先来选择一下新手上路。哦呦，这个动画一开始就直接保时捷啊！哎，这动画感觉还不错哎，这个是有在用心做的哦。哎呦哎呦，等下估计应该就是直接接到新手画面教学了。哎呦，还有直升机，哎，可以耶，这动画。哦，来了，我要上去了。哎，还没，准备了吗？来了。选择游玩模式哦，这个是手动模式，这个应该就是像我们跑那种按法一样，对，就是全部都手动。再来这个是，哦，这个是自动甩尾，所以你只要左转或右转，它就直接接着甩尾。那样这样子的话当然不好，当然是要自己手动控制，不然你每一个转弯都是甩尾，哪受得了啊？哦，有了，按住方向键，哦，那就是左右，没什么问题。OK， 这难不倒我啦！欸，而且我发现它有中文配音，哎，我们刚刚有吓到一下。好，这个就左转 ，Good job。这个看这个按钮来看的话，感觉是还好，不会到很复杂。好，接下来甩尾，出弯后轻按反方向键回正车头。OK， 好，来这边甩。有，有点难操控。哎，还有小喷呢，这个游戏还有小喷呢，好酷哦！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大绝，大绝吗？怎么还有大绝这种？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刚那个什么东西啊？太帅了吧！哦，新手结束 ，OK。哦，那感觉这游戏应该是蛮简单的。Good job！ 哇，这个美女，
这个游戏有点吸引我、哦。我说的是美女的部分，没有啦。哎呦，看看他这个妆容，这个细腻度，哎，啊、哦，赛车手证 ，OK， 日期3月17号，来签个名吧。一样叫 YTCB 乔宝，乔宝 ，OK。赛车手证亚洲分站地法，OK。好，哦，马上就可以提车了吗？哦，那我们走吧，就在附近。那我们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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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地。哦哟，开局就送三台这个。哇靠！还有 BMW M4 哎、欸，哦哟，哪辆才是我定制赛车呢？先来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差别好了。战神，干扰位场地什么意思啊？他的绝招，哦哟，哦，这是他的大绝就对了，对抗神车啊，我懂了，这是对抗神车。那这个人辅助位山路。还有分什么路比较适合哪一个位置，是不是？哎呦哦，他这个是他加速的过程，然后也让队友一起加速，然后增加大绝能量条。这个就是竞速位城市刀片跑法，看一下。哎呦哇哇哇！哈哈，这有点过分了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有点太浮夸了吧？而且这种是他不用操控，他是自己跑的。哦，我喜欢，我原本就喜欢 BMW 这台了，然后它的技能又让我觉得很吃惊。好、哦，这个什么东西？还要开箱验货是不是？还要签收？原来一台车子是可以用包裹签收的。迎接了，来吧！哎呦，好帅啊！说真的，画面是做的不错啦，真的是做的不错。哎呀，好帅啊！导光灯条的车头灯呢？好、哦，哎呦，这个是我的大厅吗？看来我已经跃跃欲试了，没错。有肖某人吗？这个应该是那种新手试玩场，等于说前面这些应该都算是新手训练了。刚刚那个只是让你习惯怎么跑法，然后等一下是练习实战的部分。OK， 前往速度节。哦，练习赛，快速组队，准备。哎呦，这个准备画面还蛮帅的。匹配成功。等一下，桥梁界原拓海，这不就高桥梁界跟藤原拓海吗？这名字真的是有在闹哎、欸。好，跟这两个人当队友，我怎么输呢？对不对？两位都赛车手啊。哦，这个起步就是光圈到按钮重合的时候发动就可以完美起步。OK， 这个很基本的。哇，他们的车子的尾翼也太浮夸了吧！哎呦，我这个起步好像算蛮快的哦。甩一下，甩一下。OK， 它腾空哦，腾空又下来的时候可以有两个小喷。你腾空会有个小喷，下来又有个小喷，有没有 ？OK， 了解。腾空一个，下来再一个。哦，我这边来个双甩，可以耶，可以双甩耶。它这个整体画面感玩起来，我感觉是还不错的啊，就是比我想象中来的好。我以为会蛮闹的，它这个玩起来有点像是那种狂野飙车的那种手感，对，需要稍微习惯一下。就它的甩尾啊，玩法跟画面的整个特效啊，会比较接近像狂野飙车那种感觉。哦，所以它的氮气是拿来集大绝能量条的，甩尾一样就是拿来集氮气，然后氮气拿来集大绝的能量条。OK， 哦，有了，氮气释放，然后队友辅助完成绝招准备。哦，我有没有这个刀片绝招，真的是非常帅，它还会自动导航啊。等于说你开了大卷，你什么事都不用做。呵呵呵，这个哎、欸，我想上去飞一下，哎、欸，
飞不过去，可惜。哦，哎，还不错哎，我还有特写啊，这个结尾特写，帅帅帅。哦，有有有有有，很有 feel， 很有 feel。好了，那接下来会，哦呦，他还有颁奖典礼 MVP。OK OK， 刚刚那个弯腰我觉得不错。恭喜获得，这什么东西？车辆等级吗？组队赛采用队位得分制。哦，他这个应该就像跑跑的那种获得方式一样，不是获得方式，那个胜利方式一样，就是取那个排名的位置。对 对， 對，看你位置的部分，排名的位置。也不是说第一名就一定会获胜，你要看队友。他这个他意思是说至少要拿两个旗子啊。对对对。一群笨蛋嘛。你真的不要来我的俱乐部吗？他输了，然后还问人家要不要去俱乐部，我才不要嘞！这么烂，我才不要去嘞！肖老板，好不好？我可是很有自己的个性的，好吗？礼品点，这什么东西？珍贵兑换券，没有足够比赛记录是不会颁发的。该不是刚刚那个女人？刚刚那个女人看上我啊！拜托，一定要的好不好？少臭美。补给箱是不是？哦，补给箱是拿来抽东西的吧？对不对？补给箱采购一次，他刚刚送的。OK。哦，金色的。不是吧？真的拿到一台一辆车？这是 C 好的吧？不可能！我靠，而且还是马丁耶！这台也是很贵的车啊，不可能吧？这谁好的吧？不可能送你一个券，然后第一个就抽到车了吧？哦，阿斯顿马丁呢？他这应该是谁好的？然后等下应该叫我换这台车。哦，不过多一台车也是好啊，对不对？送一台车免费的，谁不要呢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，他现在马上就要我换车，所以这是谁好的？所以这应该是每个人到这个步骤都会有的驾驶。突然想起来，肖老板，好，又要跟肖老板对战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走啊！刚好走，对，再去虐他一局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创立一个小队。哦哦，所以这是可以连线的哦，这是可以连线的哦，所以就是狂野飙车连线版。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，对不对？虽然还有很多新奇的东西啊，不过我们还在有待观察一下，好不好？二一 ，Let's go！ 哎呦，我起步怎么都那么快？哦，左边这个也蛮快的。我的队友是要路人甲、路人乙，街头赛车手，这也是取的真的是很随便的。阿斯顿马丁加油！好，甩甩甩，小喷氮气 ，OK， 小喷脱漂，这边直线走就可以了。加速带，哦，我加速带加了蛮久的时间，脱漂 ，OK， 小喷氮气脱，再脱再脱。没满，气没满。小喷，再小喷，拖一个。OK。他现在整个的操控模式我还在习惯，就是他的入弯点啊，什么时候该入弯，我还有点抓不太到，因为他的速度感什么的我都还没有去习惯。不过，这种简单的图跑起来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啊，就不会到太严重的失误，或者说玩不了。对啊，游戏体验是还是有的，只是就看现在要怎么把它玩到比较极致一点，然后看可不可以把它的技术弄得比较完整一点。现在还在摸索阶段。哦哟，好弹好弹。OK， 结束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个游戏哦？欢迎在留言告诉我。如果喜欢的话，那我就持续接着拍下去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我是还在努力的乔宝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